一二三很多次，他有很多次，啊啊，三次斜坡，基本坡好，然后他就是会去组合成，反正当做是这样子的，我们。我是被吃大，我大号被吃掉。这个方坡呢，是我坡的基本坡，基本坡就是小队。刚刚我没钱，能带一只带一只。黄板鸟。fuck！ 我炸到，很长，一批。哎、欸、啊！哇的啊啊！不是机械没死。Hello 1 HP， 我到底看什么东西？不是游戏有问题啊？是吧？不是啊，阿总没顾他后面啊！刚这个手感真的有够烂哎！你有在名单里？你没有在名单哎、欸？你看到没？中路有掉什么枪吗？你是补修吗？对不对？可以，你可以开个那个声音吗？我听一下。Deploying drone. Satchel out. 陈玉成，陈绿，对不对？陈绿成。圣骑三五。Reloading. Hello. 大家慢慢会有一些概念啊、哦，他们都是用某些特定的材料来做，然后都是半导体，都是可以算是半导体的一种。那我们当然叫半导体。好，来。Spike down. Attacker spawn. Hunter. 好，那就不用，就跳过。那、啊，哎、欸，有问题吗？不行啊！恭喜得第一！啊，老师听到吗？受不了！可以，请说。受不了，太帅，受不了！但、啊、又丑又帅。老师，我这边。Hello。是，我说你可以把你的喇叭还有你的那个声音关掉吗？这边会，我要上。OK， 谈，不是其他塔，好不好？我干那个有料，因为好、哦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好，那我就去上课了哈，好，请各位回来哈。Last player standing。对，那你要离开也可以。Oh my god！ 再确认一下是最外层的，好妖，一定要四颗，才是可才能做成本职半导。Last player standing。我操！喂，机器人，你的机器人外面都是四颗、哦，这个很重要，这很重要。好，那这个粉，我的白，我看时间，白痴啊！我怎么知道？要知道这样。所以我今天假设，我今天发现他的主播，他是三架或五架都不算是。你要知道，这样不会输100%。零一百。要五杀了，要五杀了！你有大招，你有大招！好妖啊！哎，射不出去，我射不出去，我射不出去，我射不出去！为什么？他不是叫你射？他为什么射不出去？OK。我靠！完了！哈哈哈！Probably best to play as a team. So, what's the plan?